第四十五题，四四四五是题组，从我们第四十四题上面的题干，第四十五题是问，氧、欧巴与下列哪一个元素是属于同一族的元素？我们看到这个氧、欧巴，这个八这是原子序，所以三四五六七八八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就是氧、欧巴的位置。那么这样叫同一族，所以发现原子序34的就跟氧是同一族，也就是我们这里的选项 B。所以第四十五题问我们说，氧、欧巴与下列哪一个元素是属于同一族的元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SE34。